200块钱，这么多串。哎呀，行啊，来走，雇多少钱？卖给我妈。先等我俩才买的。咋办呢？你绊死我了你！还是不少。来，雇多少？你看值多少钱？不少。嗯，好样的，这也不少。雇多少吧？看值多少钱？嗯。给一张。给一张，我请他们吃饭去。请我爸，爸想吃啥？给一张。想吃啥？挣钱了。挣钱了。哎，你挣钱了。嗯，挣出工了。嗯。来，你们出去买点，咱们回来吃呗。这些吃啥？你想吃啥？你想吃烤馒头？你想吃肉串？对。嘿嘿，咱俩搬运上，完采了个蘑菇呢。那走啊。咱啊，咱俩去买。去吧。卖给你，你家不是收蘑菇吗？再给一张。卖给你，哎，给一张吧。哎呀，都这给一张，快点。那不是还留着吗？你我可不收。给一张吧。不收，那咱大了能收吗？不傻呀，这点钱。我们今天就可着100块钱吃，去买100块钱的肉串去。走。肉筋10个，瘦肉10个，石蛋2个，鸡胗2个，以为烤馒头2块呢，烤馒头。来5个，椒盐的，行，就这些，多少钱？感觉挺好的。103.5，超个3.5块。100块钱，这么多串。回家肯定能吃饱。香了，串儿了。啊！哎呀，天哪，你那小子整的。100块钱的。哎呀妈，这剩了100块钱钱造的。啊，全花！哎呦，拿了一袋，看着手上的油。快吃饭吧。哎呀，等一下，皮套扎上了。一把是一把的话分不开。挺讲究。喝点。干，不干那不行。不干，看看这大肉串子，得不得？干，看看这大馒头片子，得不得？得。吃吧，100块钱一盆的。嗯，吃吧，哥，你要啥呀？嗯，好吃。那有羊。嗯。嗯。好，不好啊？等，你说这不欺负人吗？嗯。来，吃大哥，快吃吧。没事。吃饭。哎呀。还上山好哈。嗯。上山能挣钱，改天咱俩还上山，嗯，采白花干，不错。行，没问题。嗯，好久没吃了，那怎么跟你吃还真香？嗯，饿就是香。嗯，还吃啊？吃吧，我都吃饱了。我都给你了，你就吃呗。这啥？小肚儿，第六眼儿。看我吃的，一家四口100块钱的肉串没吃的，还剩那么多。剩晚上吃。晚上给你吃啊。行。还剩下那100，够一个人吃了。晚上。是不是？嗯。搁这儿了啊，不管了。嗯。还往下了。完事儿。走嘞。